大家好，今日带大家见识又有新开的日本杂货店，这次位置在仔，上次是筷子机，一进来立刻看到超多冷盘菜式，看到有超便宜的日本小食海草与螺肉，这个格位放了很多不同日本著名 IP 的食碗，有三里欧、宝可梦、拉拉熊、迪士尼、角落生物等，而且还看到很多漫威 Marvel 系列 Bear Brick 小玩具，居然还有大的，也有提供各式各样日本高度数酒精，不同种类散装日本小零食。整个店面非常大，主要是零食类、玩具类、超市类的商品较多，冷品也跟很多，超市种类不同。真像去了日本，最开心竟然看到日本100元饮料机著名的玉米汤，还真的同价。著名玩具小车，我有收藏一架，很多很多的盲盒食玩玩具，100多的正版抽纸娃娃，无限多的娃娃选择，还要不同 IP 也有，竟然还有不好喝但很红的豆奶，各种各样日本饮料，有发现著名三得利果味啤酒，比其他超市更多种类。你们喝了多少口味呢？我这种没有喝过。卫生巾、护肤品、面膜、洗发用品也有，大量各样口味的茶饮选择，真的很像个 Donkey， 但比 Donkey 便宜，与货种感觉也很多。竟然发现纳豆在一般超市看不到的巧克力品种，维他命也有提供，特别口味图像，大量零食类商品真的非常多，个人觉得超级值得来逛，特别是爱买日本嘢的人，想不到这间店连小食也有提供，给大家看种类，有牛杂、鸡蛋仔、炸鸡等等。